美国商用原油库存量连续四周下降，造成近期国际油价上涨。中油公司依照浮动油价机制计算，从7月31号凌晨0点起调涨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0.2元。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000汽油每公升23.4元，955000汽油每公升24.9元，985000汽油每公升26.9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21元。台塑石化则是从31号凌晨1点起调涨汽柴油批售价格每公升新台币0.2元，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000汽油每公升23.4元，955000汽油每公升24.8元，985000汽油每公升26.9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20.7元。